好上手耶。莫非嘿，莫非嘿，发现我。老板，这皮球不错。你干啥嘛？弄都不能转弄。没事，我回去给你好好刷刷。哎呀，这个你们小时候玩过吗？啊！好吃是好吃，就是味儿太大了。哎，老板，你不吹气球吗？吹肥肠。我给他排排气，他说气球不臭了。让我帮你吹。给。太臭了。不然为啥要排排气？那我回去帮你吹。好。闻着臭，吃着香。今天用珍珠给大家做一个珍珠奶茶。珍珠很棒，把珍珠放入蒜蓉捣碎，然后用这个筛一下，放入红茶，把红茶过滤一下。珍珠粉30克，牛奶200毫升，红茶300毫升。口感不错。搞错了，哎呦我的妈！你是风？哎，姐夫，你在干啥？我弄点好东西。那个不是草吗？你不懂，这是瓦松，这是多肉的鼻祖，还是一味药材。这个烤出来有点酸。把东西吃多了会不会长肉？再来，这香！哎呦我的妈！搞错了，再来。太舒服了。今天去市场弄点好东西。这里面有蜂蜜。啊，切！我承认只有你让我爱的抓狂。可夕阳把我们一直慢慢拉长，连云都是新的形状，像棉花糖。我们是别人嘴里面的最佳拍档，这是好心意让我。这个东西香，你们也可以试试。姐夫，这是什么花？这不蒲公英吗？哟！天热上火，多吃蒲公英。
不撒的心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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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阳下叔叔这树上怎么全是毛毛虫啊你不懂啊这是好东西那是谁家的姑娘哎这还是有点像毛毛虫和冬虫夏草一样今天我要做个糖吃走可以做的糖给你吃我这个得用力啊把这个汁倒出来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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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芽糖太甜了。今天我们吃的葱花。今天我这种做法你肯定没吃过。这个和狮子头挺像的嘛。这个捣得越碎越好吃。葱花这么做太下饭了。比羊肉串好吃、太舒服了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心味道这个味道我最想念真香哎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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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很香脆，你们也可以试试。这玩意儿榴莲又臭又贵。榴莲一直这么贵啊，越臭越好吃。你这皮给我吧，多送给你，谢谢。哎，姐夫，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北方的甘蔗。哎，姐夫，你怎么不吃呀？哎，我不吃，我就饿着，我就是玩儿。
有点艺术质，饭上送。绿色又健康。老板，这么多狗不要了？你的狗啊，啥都吃，狗也完蛋，难受。夜凉渐难伸，比奶茶好喝。嗯，还要吗？不要了、啊、这是好东西。下次再拿去。哎，老板，这咋不一样？这个是牛的，那是烤了吧？那不行，那牛吃的。那还有一个，你这个肯定大。确实不错。哎，老板，这还有这好东西了，就是最近都滋水了。哎，你们这方式不对，我让你试试。东西越洗越小，这皮这么长，这可是好东西。一样都在皮上。哎，老板，你这不要了吧？这鱼翅，鱼翅没人要。这鱼翅可是好东西。这个没人要，下次再拿点。哎，老板，你这还有刺猬了？哎，我这牛粪。嗯，那我烤烤。我听说海南的海胆都这么吃的，里面的东西不要。龙虾我只吃黄，不吃肉。趁这会功夫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传奇手游，一比一还原经典，升级真的超级快。现在下载一顿烧烤的功夫就能升100级，登录即领取稀有超级月灵，百分百复刻人物属性，人物有多强，月灵就有多强。有了它，刷图打金还不是分分钟搞定？嗯，边玩边吃，味道更香了，比刺猬好吃。春季里开花，是是谁来了？快快快，关门！哎，老板，给个好东西。六月六，寒风。给给给，这个给你。哎，老板说这是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下次少拿点。太舒服了。